往上 hold， 最后一个动作是 hold 住，训练你的腿部的肌耐力、脚踝的力气 ，and 下，不要忘记我们说的，每次往上颠的时候，力气着重在前三个脚趾头上面，你就可以停得非常好哦。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这一套的训练。Hello， 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这边是板桥社区大学居家防疫线上的舞蹈课程，我是宇凡老师。然后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在居家防疫的这个舞蹈课程呢，来做什么样子的运动呢？我们要做的是一个非常新的课程，叫做一起运动吧。运动吧呢，这个吧的课程呢，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课程。那现在广泛的在一些运动中心跟一些的专业的舞蹈教室里面来去做推广。那这个芭的课程呢，事实上它原本的名字叫做 Ballet Bar， 就是跟芭蕾有关系的。它是借由芭蕾的特色的动作跟经典动作，还有训练的模式呢，把它提炼出来，融合了瑜伽跟 Pilates 这些东西呢来做结合，然后融合之后呢，变成一套专业的跟非常好的一个肌耐力、核心控制，还有一个肌肉训练模式的一个很棒的课程。我们现在一起来上这个芭蕾吧。好，首先我们现在来上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暖身的部分。我们要从我们头部开始做一个训练跟暖身啊，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忽略了暖身的动作啊。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将我们颈部放松，然后呢开始旋转绕圈。好，向右旋转四圈之后呢，来右手往上，在的头往右边延伸。记得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左边的肩膀要记得放松，尽量往下拉长，我们颈部的部分往下放松。结束之后呢，自然放下。第一个阶段的音乐结束，我们马上换左边开始，一样颈部画圈四圈之后呢，由我们的手轻轻把我们的头部搬到左边去，延伸向下放松我们的右肩。直到音乐结束之后，四个八拍，我们就可以回来，让我们颈部呢获得到一个基本的放松。这个地方要注意强调的是，我们的颈部的这个旋转的这个角度，尤其在后面的时候，很多人在绕圈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后面，后的时候呢，事实上向上仰的这个角度不需要太大。太大的时候容易造成颈椎的受伤，所以这过程当中呢，只要微微往上扬45度就可以了。啊，要注意这个动作，啊的暖身的时候的角度就可以了。第二个，在暖身的过程当中呢，请注意自己的肩膀要完全的放松，不要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太大的影响而造成肩膀的倾斜。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训练这一套头部的课程吧，准备了哦。好，右边就完成了，我们现在一起来做左边吧。颈部放松，
接下来呢，我们要训练的是第二套的动作，我们做的是肩膀的这个放松，好，然后要注意我们站姿的部分啊。我们先讲解一下我们动作会运用到的脚的，会有三个状态。第一个是啊，我们讲的是平行脚，双脚微微打开，然后这个过程当中脚尖向前面啊，重心稳稳的踩在你的脚面上，然后膝盖脚尖一致的对向正前方的平行脚。第二个会运用到的是基本的站姿，也就是芭蕾的移位的站姿，但是我们是要符合所有的人都可以上的课程，所以呢，其实我们就是打开所谓的小八字，这样的脚合起来自然的向外打开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要记得的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膝盖跟脚尖的方向必须要一致哦。很多的人呢，为了想要把你的脚啊，脚底板的这个脚踝的部分，脚掌的部分呢，腾凹到很大的角度，所以这个过程呢，就会刻意的去将你的脚掌的部分把它往外腾凹，但是没有注意到是从你的髋关节，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待会运动上的时候的受伤，在做动作的时候造成的不舒服，所以记得是自然的放松，从平行脚打开在我们小八字的位置，然后从你的肚子开始提气，大腿内侧膝盖夹紧，延伸到你的脚跟，把你的脚整个夹起来，这个是第一个位置，预备的位置。好，第二个位置呢，就是双脚自然的向外打开，比你的肩膀再宽的这个位置。好，这个是第二个位置，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我们都会运用到的。在这一套的这个动作里面呢，所有的动作都是双脚打直的哈，动作都是双脚打直，不需要弯的啊。注意，第一个动作是肩膀上提后画圈，四拍做四次，二、三、四。好，接下来呢，手肘拉起来，放在肩膀上，手肘画圈做四圈。好，第四圈，双手自然往下，双手打开来，放在预备位置。好，位置在什么地方？在我们的这个腰部髋关节的这个骨盆的前面的这个位置，然后往前吸气，在额头的斜上方哦，不是在正上方，斜上方的位置，吐气，打开，放下来，预备位置，做四次，三、四。好，做完之后呢，我们把小八字的脚变成平行脚，做延伸的放松动作，头部向下，体前弯，放松，手经过你的大腿、膝盖、小腿到脚掌，经过地板起。记得上来的时候手不用举太高，然后胃的位置呢，记得要收好，不要突出去了。打开，吐，然后再来放松往下，加吸气，然后吐气，一样做四趟，三、四。好，都是八拍。好，放下来之后，这样的脚回到预备位置，然后两脚打开来，双手打开来，向右延伸，大腿膝盖打直，起来放松，再来延伸一次，向左延伸，起来。好，提口气，将你的两只脚回到我们预备的位置就结束了。然后我们总共要做两遍哦，有右边跟左边。好，预备的脚站好了，肩膀四拍，四个二、三、四，加手肘上提。二、手放下来，上举，
回到预备位置，直线上。好，变成平行脚，往前放松。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回预备位置，脚打开，吸气，往右边倒，吸气，往左边，回来，双脚收起来，回到预备的位置。放轻松，好，我们现在再做一次哦，记得哈，暖身要做足，我们再做一遍，肩膀，手肘。手部上提，对啦，这是个很优雅的运动课程，当你认真做的时候还是会达到流很多汗的状态。平行脚往前提前弯，经过地板直背起，打开双手，调节你的呼吸，双脚合起来，预备位置，吸气，双脚打开，往左边，吸气，右边，收回来，双手放松，双脚回到预备位置，夹紧。接下来呢，我们肩膀跟腹部、腰部已经暖完之后呢，我们来做的就是我们的脚踝跟膝盖的运动了。好，这个过程动作呢也相当简单。这个时候呢，为了避免大家的这个手不晓得摆什么地方，我们让大家用叉腰的方式，在入门课程的时候先叉腰啊，控制好自己，同时提起好双手，手指头上帮自己提醒一下提气的状态。好。预备位置一样，在第一位置，双脚大腿用力夹紧，夹紧的过程会感觉到我们的屁股呢，啊，屁股是要往上提夹紧的，膝盖尽量靠近，好，脚跟尽量贴紧。那除非呢，你的膝盖夹不紧的状态，除非你是 O 型腿的状态，那脚跟夹不紧，除非你是 X 型腿的状态，所以有可能是脚跟会夹不紧。只有这两个状态以下的话。哦，你就尽可能的站着腿部，用你的大腿内侧肌去夹紧，而不是用膝盖用力的往内推。啊，记得我们是用两只腿，大腿内侧肌往上收紧夹紧的状态，而不是刻意的去压你的膝盖往内推。啊，这样做起来的效果会是不一样的哦。好，接下来呢，双手叉腰。好，我们来分解讲了这一段的动作。好，首先是推脚背的力气的训练，右脚推，左脚推。右脚推，左脚推，赶快放下来，颠四个，到最高点哦，感觉的力气是放在前三个脚趾头上面，放下来，然后两个蹲，小蹲，注意膝盖对着脚尖的方向，
奇迹的屁股不可以往后翘，想象贴在墙壁前面做这个动作。嗯，很好，好，所以再讲一次哦，我们的屁股在做的时候不可以往后。好，好，这个过程呢，记得是想象是直的，尽量直的，往上夹紧，直的，往上夹紧，腹部收好，人不要往后仰，胃不要凸出去，也不要驼背，为了看脚而驼背，自然提气。好，好，再做一次啊。右左右左下颠，二三四，两个蹲，小蹲，二夹紧内侧蹲，往上夹紧内侧，一样的东西做两遍之后呢，接下来是脚踝跟膝盖训练，蹲两拍，力气推两拍，伸直两拍，轻轻的落下来地板，重复四次，二三，再两次，一二三四，再来，一二三四，可以吗？相当简单。好，第二遍呢，我们从左边开始，一二三四 and 二二三四 and 蹲，二三四，再一次，二七，注意不要翘屁股 and 再七，二三四下颠，二三四开始蹲，推脚背，伸直两只脚，轻轻落。大腿内侧夹紧蹲，重复四次，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放轻松。好，那假使你在颠的时候会不稳的话，你的旁边事实上也可以放一张椅子作为你的扶把去扶着也可以啊。那基本上呢，应该是可以训练自己腿部跟我们支撑的这个脚背的力气来做训练，所以呢，大家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来配着音乐来做这一套的动作，准备好了吗？准备右边，四个颠，屁股收好，腹部收好 ，and 蹲，夹紧。蹲，还有一次 ，and 右左下颠，二三四 ，and 蹲，夹紧，不要翘屁股哦。准备蹲，二三，夹紧，再来蹲，推脚背，伸直膝盖下蹲。推脚背，伸直，下，蹲，推脚背，伸直，下，好，放松一下你的脚。我们再一次从左边开始，吸气的不要低头 ，and 一，二，三，四，颠四，三，二，一 ，and 蹲 ，and 好，蹲，蹲到你的脚跟快离地之前，然后。往上夹 ，and 一、二、三、四，快下上，四个二、三、四 ，and 小蹲，伸直，不要翘屁股，直上直下。好，训练脚背力气，两拍，推，都是两拍 ，and 深蹲，再推，伸直膝盖落 ，and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一样的动作呢，我们现在来做二位，把脚打开来。对了，动作呢，你的肩膀，脚打开的角度呢，可以比你的肩膀再宽一点都没有关系。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一样的动作，
都是一样的，只是现在重心呢，脚是打开的，往上颠，四个，然后两个蹲，比刚刚在第一年的大蹲，蹲 ，and 上，好，两趟，重复之后呢，做蹲，推脚背，伸直，下，蹲，推脚背，伸直，下，蹲，推脚背，伸直，下，蹲，推脚背，提气伸直下，然后再重复，从左边开始，我们再做这一套的二位的动作。不要翘屁股，不要翘屁股，坚持把屁股收好，直下，直上，好，让你的脚放松一下，换左边开始，七，八，蹲。脚打直，蹲，往上抽高打直，再一次，下上四个，蹲，再蹲，练脚背、脚踝、大腿，再来二、三、四。好，放松，把脚收回来，动一动。我们接下来教了这一套的动作怎么做呢？这套动作就是推脚背到脚尖，半脚尖下来，二二，去练你的末梢神经跟脚背脚尖的转换。二，哎，你的重心事实上现在也在从两只脚到一只脚的状态去做一个重心的转换。接下来呢，四次完之后是慢慢的将你的脚插地到最远方，脚尖不离地，再插回来夹紧内侧，做四次，做四次，回来的时候记得是用大腿内侧夹，不是用脚跟去靠脚跟，膝盖放松的状态就不对了。好，是要整个是直的，然后做两趟，另外一边一样，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确实把重心踩回两脚中间，四二三，两脚中间，一二，往内夹紧，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两套做完的时候呢，都是一个颠的方式，手可以举起来，或是保持在你的叉腰的状态来做动作就可以了。好，让我们现在一起来做这一套动作练习吧。And 一、二，半脚尖踩下去，支撑脚都不要弯哦，不可以偷偷的弯。And 大，二、三、四、五、六、七，四个慢的插地插出去，大腿内侧用力夹起来，插出去，夹起来，插出去。夹起来，插出去，夹起来，再一次 ，and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大腿往内收，夹紧两只脚 ，and 四、二。三、四、五、六、七、
点 hold 住 hold 住 hold 住，换左边 ，and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旁边往内夹紧，旁边往内夹紧，旁边往内夹紧，旁边。往内夹紧，再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旁边，往内夹紧，旁边，往内夹紧，旁边，往内夹紧，旁边。往内夹紧，点，接下来的下一套的动作练习呢，我们要做的是重心的转换啊。在做的时候呢，脚啊要把刚刚旁边的这个呢向外延伸的这个动作呢啊来做一次训练，往前跟往后方向的训练。所以我们往前的方向是一。插地直线出去，二三四的时候收回来，脚的角度不可以改变，二二三四，三二三四，蹲一个小蹲，记不记得刚刚讲的一个小蹲，屁股不可以往下啊，一二踩下去，回来再一次，二二三四，回来往后面，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蹲一个，旁边一二三四五六，收回来，二二三四，推 and 回来。接下来呢，再一次往前，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蹲一个，脚打更开，往外最外面的地方延伸出去地方。比肩膀在宽二位的位置，蹲回来，提气，拉回来，出去，大步蹲，提气，头顶往上拉，一口气收回来，后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小蹲一个，旁边大蹲，回来收，旁边大蹲，回来收，接下来。在一位的位置往上颠，一样训练脚背的力气。好，下来，就这样子，准备换左边来做动作。一，收；二，收；三，收，蹲一下。旁边，一，踩，脚尖，收回来；一，踩，脚尖，后面。一收，一训练你的空间感哦。一蹲一个，屁股记得收好，旁边一踩住，重心转换收回来，一踩住，旁边收回来换前面，一二三小蹲 ，and 旁边大蹲，再一个旁边。大蹲，脚尖，后面，一、二、三、四、五、六，小蹲，旁边大蹲，出去一点，重心拔高，蹲，出去，重心往上，点，二、三、四，来，我们尝试一下放手好吗？从你的预备位置往。头上，额头的斜上方停住，吼吼吼，骨夹紧下来。好，我们现在呢来做左边的啊，准备啦。前直线三个，好，插到最长最远，然后一个蹲，收着屁股，旁边重心转换踩下去，
收回来，擦地，踩下去，重心转换，回后面，一、二、三，一个蹲，旁边，前面，二、三，小蹲，旁边，蹲，上，收回，旁边，蹲，上，换后面，一、二、三、四、五、六、七，旁边，大蹲，收回，旁边，大蹲，收回，往上颠，慢慢的，预备位置，放手停住 ，hold 住哦，记得胃不要凸出去，力踢在前面三个脚趾头上，嗯，五、六、七，结束，脚跟轻轻的落，手慢慢的放回预备位置。接下来我们要训练的是我们的大腿的肌耐力，好，看一下脚从地板上往上爬，二、三、四、五、六、七，好。八的时候呢，放下来，踩住，再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好，你可以放在前面，也可以放在旁边，哈，膝盖尽量往你膝盖刚刚脚尖延伸出去的方向举起来，到最高的位置下来。如果你的平衡不好，脚不用太高，哈，如果平衡不好，你可以停在这边，你就先训练一半的位置，没关系。但我们希望你可以练到你的大腿内侧肌，这过程让你的肌肉在这边应该是往外平的延伸出去的，再下来 ，and 一、二、三、四，然后再下来，可以吗？然后将你的脚往前交叉颠起来，双脚 hold 住，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回来四二三四，放松回来。接下来就要换边去做，做的过程当中一样注意我们刚刚所讲的动作的原则跟技巧。脚尖从地板往上爬起来，在你最高可以停到的位置上面，按下来，放松。再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两拍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下来，加把你的左脚往前夹紧，两只脚到大腿内侧夹紧，脚跟刚好成一个交叉的形状叠在一起，去训练你的控制力，双手 hold 住，停到音乐的最后，第四个八拍，微微打开。脚跟落地下来，要放松的时候可以用小蹲去放松回来。好，就做这套的动作来训练你的腿部的肌耐力，加油！ and 八 and 一五六七八八八，往下。好 ，and 交叉，颠，脚跟尽量靠紧，前后脚跟尽量像我手的姿势一样靠紧它 ，hold 住，打开，落下来，再一次，下，下。下下脚叉往上，记得你的胃不要凸出去哦，要像别针别住你的胸口一样，四下放松。好，有没有觉得支撑腿很酸啊？我们一起来做左边七，从地板开始起，
七八一，六拍两拍下，一从两只脚变成一只脚下下交叉，左脚前后擎，双脚叠着，打开脚，落下来小八字，再一次下下下下交叉往上，加油，大腿用力夹紧，内侧用力夹紧，膝盖打直，脚跟扣好，第四个八拍打开放松完成，给自己掌声鼓励鼓励。我们接下来准备躺下来的动作，好，接下来是不是已经把你的瑜伽垫准备好了呢？我们现在呢要来做地板的动作，地板的芭蕾霸的动作呢也是着重在核心的训练上面来做一个动作的延展哦。让我们来看看第一套怎么做，预备的位置，双手轻轻的用你的中指延伸点在地板上，预备，双手往上到我们刚刚站姿学习的手举高无畏的位置，放下来，手掌心，手肘落，好，练习勾脚，勾到底，练习脚踝绷脚，好，你会发现了，当你绷脚的时候，有的人甚至呢，啊，可以脚把你的脚背整个打得很漂亮，但是记得绷脚的时候是用你的脚背的力气往前延伸的压，而不是抓脚趾头，不然抓脚趾头用力的话，很多人因为用力过猛呢就容易抽筋啊，所以记得勾脚勾到底，甚至勾到底的时候呢脚跟会离开地板往前延伸压脚背。好，做完四次之后呢，我们放松再下，然后胸口开始放松，左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左胸口的这一块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四次完了之后呢，右手从后面打个圆画到前面来，左手延伸做最大的圆，眼睛跟着手画到前面来，双手呈交叉的姿势，一个提气拉起来，在胸口前面延伸往最远的方向，抓住脚踝脚背脚掌，然后往前体前弯，直接做停住，好，如果下不去的同学可以停在一半，尽量做就可以了，起来放松，回到预备位置，再做一遍，勾脚绷脚四趟之后，二三四完了，做胸口的吸吐四次，结束之后换成往左边画圈，眼睛跟着你的手去走，右边画圈，双手重叠交叉，吸一口气，吐气的时候手往远方延伸，扳住你的腿部，保持绷脚的状态，头部往下延伸，然后起来延伸回到预备位置。好，这是我们第一套的地板动作，来，我们一起来练习，将我们的坐姿体前弯融合我们勾绷脚还有胸口的这个训练呢，来融合坐在一起，来一起配合。绷脚，绷脚，绷脚，再一次，绷脚，身体放松，四次吸，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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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右手先走，侧身拧腰到后面，左边，吸口气，
往下，起来，整个再一趟，一、二、三、四、五，脚背打平，六、七、八，吐气吸，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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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右手，吸口气，往下，往远，下去，尽量沿身体前弯放松。接下来是我们第二套的这个动作的训练哈，绷脚尖预备，双手在旁边一样，五、六、七、八，往前像划船撩，往前划到最前面，手尽量经过你的脚尖，起来直背，双手打开下，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勾脚，赶快换动作，勾脚，双手在上，两拍下，两拍上，下去的时候练习的是腹部的放松，上来的时候是练习后背的这个快速的肌耐力，所以下快上齐，总共做八次。好，做完八次之后呢，双手回到预备位置，我们做一个双腿的核心的控制训练。好，初学者可以把双手留在地板上，已经会停住的人可以开始练习 hold 住。对了，好，四个八完之后呢，放松下来，延伸你的腿部往前放松回来，就可以再做第二次的动作的练习了。好，我们现在配音乐来做一次。勾脚，两拍下，两拍上，手尽量碰到你的脚尖或超过你的脚掌脚尖。再一个，好，双手点地，吸腿，好，离地，好，看自己可不可以停住。好，放手训练核心控制跟垫上的这个平衡。放松，往前延伸，放松起来。好，第二遍，往前吐气，挺胸，再来，勾脚，快下快上，双手下平衡，好， hold 住哦，好，
好，慢慢的放一只手，两只手，记得控制你的核心，你就可以稳稳的停在上面。好，脚尖落地，往前延伸，把身体往前带，起，放松。接下来我们要训练的是腿部跟腹部的这个练肌耐力的练习。好，我们来讲一下预备的动作呢。好，预备动作是手已经在地板上了，身体微微往后，双脚举起来，这是预备动作。然后平行脚的过程当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停住，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勾脚 turn out 小八字，二、三、四、五，整个腿是打直的，用你的大腿内侧肌去夹，事实上画圈只有一点点，六、七、八。合着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放松回来，结束。总共有两趟哦，大家要坚持。好，这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套动作练习，加油加油！往后举脚，加油加油！绷脚尖，绷脚尖，哎，合着。加油，五、六，勾脚turn out，双脚靠紧，大腿内侧到脚，停一，放松，赶快动一动，还有一次，加油。七八，可以高一点的，加油！合着，二、三、四、五、六、七，腾奥，勾脚，控制。合起来，放松。接下来我们要放松是了我们的臀部跟腿部啊，让我们先来示范一下待会要放松的过程的这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呢是抱住我们的膝盖，好，四个八拍之后换左脚抱住，四个八拍，好。放下来之后呢，屈膝看清楚了，右脚跨在左脚上，好，双手穿过去抱住，好，抱住的是左脚哦，左脚的膝盖，然后呢尽量把你的右脚靠近你的身体，这样可以放松我们右边的臀部肌肉。好，放下来一样，左脚跨右脚，膝盖往外打开，然后双手抱住右腿的膝盖，放松左边的臀大肌的肌肉。好，放松回来，侧身坐起来，整个就结束了。我们来示范一下，配音乐做一次这个动作。换脚，好，放下来，跨右脚。
换边换脚。放松，侧面，侧身，坐起来。Hello， 所有的线上的朋友，大家好，这边是板桥社区大学居家防疫线上的课程，我是薛宇凡老师。那刚刚以上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起运动吧的这个课程呢的内容。那上半部是我们的站姿的部分，下半部是我们坐姿的部分。那这里面有核心的训练，有我们肌耐力的训练，好，还有我们柔软度的训练，也有我们控制力的训练，平衡的训练，还有我们线条的雕琢雕塑，上面都有将动作融合在里面，让大家可以来在一堂课里面呢有多元的获得身体上面所需要的锻炼啊。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的课程。那这样的课程呢是入门的课程，那如果说有喜欢的话，我们下次的进阶课程再见咯，拜拜。